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团体呢，叫做 EQ。EQ 不是我们所平常讲的那个 EQ， 它指的是 Entertainment Quality， 所以是用英文的就搞哎。所以是什么呢？翻成中文是娱乐品质，娱乐要有品质。对、嗯，所以他们对他们的表演应该是非常讲究品质，大家听听看 ，EQ。对。介绍一下你们为什么叫 EQ？ EQ 是娱乐品质的意思，一是发音不太好 ，entertainment 娱乐，然后 quality 品质，娱乐品质这名字其实还蛮不错。自我介绍一下好了，有我是鼓手 Nick， Nick， 耶，打得不错。团长吗？团长兼吉他手吗？贝斯手，抱歉啊，贝斯也还不错。吉他手袁成秀，我是吉他手 Frankie 法兰基。Keyboard 手是 Keyboard 手伊娃伊娃伊娃。对，我觉得两个主唱，两个女生呢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一个主唱一个 Keyboard， 两个女生呢都非常的酷。对啊，因为笑不起来吧？你个人那么小，怎么 power 那么大？从小就是大嗓门吗？其实我讲话声音很小哎。对啊，但是就是别人常跟我讲话，还问说啊你说什么，然后就听不到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唱歌这么大声，我也不晓得。你刚开始的唱腔就是这样吗？还是有改变？因为我小时候就是都是听日文歌，然后就变那样了。真的、哦？就变那样。我觉得你唱歌真的很像日本人哎。因为日本人他才会有一种发音是嗯嗯，有一种转音。你知道我讲的东西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哎、欸，你是林伟哲，你怎么不知道？不是你杨是给他编给大家听啊。不是，就是有些转音啊，比方说我们会说。你会学啊？你学、啊？我不会啊，就是我们假装是我们，然后那日文系的就会变成我们一样啊。
我就说我冷，我冷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未来你觉得你们的团型已经确定了吗？明显了吗？你是说乐风还是？对，乐风整个目前应该是这样吧，就目前大致上是这样，不会变。